看看新闻网。决赛，各位差不多也，有的队还在那个讨论，还没完全定下来。那你会希望走别的路线，走更流行的风格吗？因为之前王总也说，风格好像一直没有变。那你会有变吗？还是说走什么路线？我还是做我自己吧。好像这次可能要最多唱到4首。对。是这样的，就是你能不能唱完4首歌，那就不知道了。所以就从第1首开始就好好唱吧，每一首。如果能唱几首歌，那就把每一首歌唱好。四首歌是同一种风格还是？不一样的风格，但都是你喜欢的。对，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吧。多大的惊喜？你刚刚不是说你不会变吗？对，但是在我的，因为我的基调是不会变的，就是我杨吉玛的这个基调是不会变的，因为这歌也是有可能还会有我自己的这个风格的不一样的一面体现出来。现在到时候再看吧。还没选定对吧？应该是差不多了吧。你觉得现在是玩这个？啥？关键现在比赛，现在我觉得大家伙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了嘛，就是刚开始是很激动、很兴奋，完了以后有一个疲惫的状态，现在差不多也是该接近尾声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收获，大家都有收获，然后都有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吧。除我以外，我希望他们几个，希望的人跳，因为冠军肯定是一个人嘛，不可能是挑一个。你想想吧，因为我们今天在后台，他们都在就是逗他。对。那造型方面会还有突破吗？造型方面现在还不知道，还没有那个。还是长裙吧。长裙吧。还是长裙，逃不了长裙。那今天会给粉丝带来什么歌吗？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清唱的一首。你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首歌唱给粉丝？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喜欢嘛，就是我们就是门巴族的老调这样子，能多唱我就想多唱给他们听吧。是，状态怎么样？状态挺好的。因为之前好像有那种传言啊，什么退出之类的。嗯。之前情绪不太好，现在。之前是不只是我，大家都特别辛苦。然后，那天尤其是海边拍摄的时候，温度特别高嘛，就男生都受不了了，就何况我们女生。但还好，缓了差不多1周吧，好多了。现在状态也很好，所以我们要以最好的这个心态跟状态去来把这个决赛好好的发挥这样子。那来上海那么久了，你像说他好不容易抽这几天有空才能出去逛街啊什么，那你自己有没有出去？我挺宅的，我基本上就在屋里待着了。我昨天去学游泳了。太好玩了，因为我学了半天，就是头晕服嘛，我们几个一块儿阿兰，他们就特别吃惊，头晕服说：“天哪，姐姐你学得太快了。”然后我就让阿兰不停地教我不一样的动作，我说：“这个我不会，不合适我，你再教我别的。”就那样，最后我只学会仰着游，就是这样正常的游，我不太还是不太会。那泳衣穿的还是很保守吗？挺保守的，别提啊，就是平脚的那种。太可爱了。